好了，我们要给红包啊！红包，耶！小孩子，请准备啊！十岁以下的妈妈，请你们把孩子赶快带到前面来。耶！是吧？妹妹，妹妹 ，Go， Go， 来来来，睡一下的，来小朋友，我要睡一下。十岁的嘛，好，可以了哈，好，那等一下，请大家注意一下哈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很特别啊，平常我们红包呢？应该是给什么？给小朋友跟给长辈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年有给长辈、给你爸爸妈妈的举手。哎，还是有。长辈给爸爸妈妈一定是很重要的啦。你们都可以赚钱的哈，怎么都没有给爸爸妈妈哈？来，我们第一个红包给谁呢？给我们的大家长罗宝罗荣牧师啦。耶！红包呢是给我们的大家长，上面有我的信哦，好不好意思，顺便打广告一下，我们要送给荣牧师的。